天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。分钟要讲得清，能否有趣？那观看的人，希望你开心的学习。一分钟要听得清，就太早黑。每一个清晨，让你躺在床上笑醒。我祈祷用一分钟知识的心灵和无节操的表情，让主阿玛尼玛的勇气欧越过屏幕去拥抱你。每当你找不到学习的动力，每当你迷失在潮流里，每天一分钟的意义，只有你自己说得清。哎妈呀，奇怪，我明明不想哭的。